正式建议请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，但是绝不能埋没人才，这个陈破了可以重建，人心伤了一辈子都拉不回来。十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，没有现代科学技术就不可能建设现代农业、现代工业、现代国防，没有科学技术的高速的发展，也就不可能有国民经济的高速的发展。你没想到，你没想到，历史是人民写的，人民万岁！那是之后百废待兴了，最重要的还是要解放思想，转变观念，然后引进先进技术，埋头苦干，卧薪尝胆。如果说社会主义是穷的社会主义，那我们要这样的社会主义干什么啊？人民就有权抛弃我们，我们就不配叫共产党。一个党，一个国家，一个民族，如果一切都从本本出发，思想僵化，迷信盛行，那我们这个国家就不能前进了，我们党的生机就停止了，就亡党亡国。前段时间呐，我们是反左，现在啊，极右的思潮又冒出来了，所以我们必须是有左反左，有右反右。我们就是要一手抓改革开放，一手抓精神文明，要两手抓，两手都要摁。没有先例，我们就去搞一个先例出来。我们再也不能闭关锁国了，因为中国的发展呢，它离不开世界。所以要解放思想，把国际上的先进技术啊和那个管理经验拿过来，为我们的建设服务。从现在起到下个世纪中叶，将是很要紧的时期。我们要埋头苦干，我们肩膀上的担子重，责任大。